今天来买抗葛上最佳。妈，你喜欢啥色呀？我喜欢那种粉的，咱那个窗帘就有点粉，挺套色啊。嗯，你看这个挺好看，这个不好看吗？我感觉有点土呢。是吧？那就这样呢。这个呢？好像没有那个那回给奶奶，你把这个拿下来看看。你这个颜色感觉都不好。这个？白的多好看呀。白的。嗯。显得干净还。我觉得还没有咱给奶奶买那个水蓝色水的，哈，浅蓝色的。啊，或者是这个带花纹，我感觉都挺好。哪个？这个绿。这个。对呀、啊。那个是老样的。啊、嗯。这个我感觉我喜欢一点，就是别那么太乱的那种，简约的呗。对，但是不喜欢太多花。那就这个不就正好吗？这个呀，嗯，这多大花呀？这个花有点。行，你咱妈喜欢哪个哪个吧。这个咱那个。嗯，那倒是。嗯。我说完那个，咱妈说，反正我喜欢这个。哈哈哈哈哈。那就按你买呗。嗯。他整天用。谁用谁。谁用谁又看着贼劲儿。这个蓝色也行。那炕上有蛤蟆，青蛙，这色卖的可好了，还有小蜜蜂啊，对，这星星点点几个，几个小卡，这色挺亮，这个也行，挺水，这个挺亮的哈，它要比它亮，行，对，蓝色本身就亮，亮，现在在量尺寸，那个窗台也是那个啥，窗台买了那个，买了，就这个薄的，买了，嗯。没事，长三米二。再来买点涂料，之前买那个涂料不太好。多少钱那个？四八。嗯。接下来再买点抗面砖。那天老房子用了邻居家几块，给买上了。这到家了，然后丈母娘准备给我做好吃的，包饺子吃。像白菜馅。嗯。犒劳你一下，累了这样。对，回去正好在家这边休息一下，明天再回家接着干。买东西了，今天下来。雷哥说腰酸背疼，腿抽筋儿。没那么夸张啊？没那么夸张。歇了一下，有好吃的。哦，懂了，懂了。是不是、啊？嗯，还是你会呀、啊。嗯。那这小馅放的。有水准吗？嗯。呀，这么捏的饺子啊！啊，我就这样包。嗯，爸，你看大雷包的，这就这一个不太好。你看露馅了，然后这是我包的。嗯，哎、你就拿人家包最不好的跟你比，都来吧。不行，你包好看。你有学习进步。行。挺好，就那一个是这样的，实际上这都他包的。包的馅儿还挺多，挺能炫馅儿的。嗯，真是，一般都炫不了馅儿，他还炫挺会炫。能干得了粗活，也能干得了细活。嗯，上得厅堂，下得厨房。那是。哎呀，谦虚。就是我就是曾小贤啊。你这曾小贤，你说好男人就是我，我就是好男人大雷。这不是广告词吗？嗯，我也找点货。再有二十年好时候，也是我们这个岁数。五十岁也挺好的呀。五十岁你就是像我现在这样了。嗯。上青岛都十几年，13年了。你们去青岛13年，我是8年就，是吧？你们都去3-4年了，我才去的。大雷还哪还有20年五十，还有10多年就五十了，是不是啊？出锅了，哎，这大饺子，这是大饺子，有点大哈。这大饺子吃不能吃3-5个饱，那赶上包子。这就证明你这饺子多大！哎呦我天哪！不要这个蒜哈，对，我不爱吃蒜。行，我来一点就行。行，我来蒜。哪能吃蒜？再来。好，有时候咸淡相应的我都不蘸酱油。OK， 就那么吃哈。这饺子老好吃了，大饺子。嗯，亲自动手的味道不一样。嗯，对，嗯，再见。嗯。